今年夏天，联盟各支球队的补强工作只剩下细枝末节的操作。Basketball Reference 网更新的 NBA 球队薪金榜上，热火以 1.52 亿美元，力压雷霆 1.5 亿和勇士 1.44 亿排名第一，猛龙 1.36 亿位居第四，奇才 1.35 亿排名第五，火箭以 1.35 亿排名第六。热火总裁神算子莱利晚节不保，这几年他的操作出现了严重失误，导致三冠王陷入了尴尬境地。热火再兜售怀特塞德、泰勒约翰逊、迪昂维特斯等高薪球员，希望能够减轻薪金压力，并且进行换血。以热火现在的阵容，不可能成为竞争总冠军的球队，总体天赋有限，甚至有可能打不进季后赛。联盟薪金榜，热火薪金状况。热火的薪金其实有一个误区，那就是波什的2683万美元仍然被算在总额里面，不过是因为疾病退役的缘故，他的薪金不用记在工资帽里，热火可以照缴纳大量的奢侈税。不过热火仍然还要清洗大合同球员，那是因为莱利需要纠错。如今的热火有六名球员年薪突破千万美元，但是并没有展现应有的价值。莱利曾经被誉为神算子，当主帅还是当总裁都很有谋略，让热火成为了三冠王，但是他后来的操作就值得商榷了。2016年夏天，莱利不愿意给韦德高薪，导致韦德愤而离开，投奔了公牛。莱利却非常慷慨地给其他球员大合同，德拉季奇2015年得到5年9000万美元合同，怀特塞德2016年夏天得到4年9840万美元大合同，詹姆斯约翰逊2017年得到4年5900万美元合同，维特斯2017年得到4年5200万美元合同，奥利尼克2017年得到4年5000万美元合同，还有泰勒约翰逊的毒药合同开始发作了。2016年夏天，篮网给泰勒约翰逊开了4年5000万美元毒药合同，前两个赛季年薪588万美元，后两个赛季年薪1925万美元，热火匹配了合同将他留下，下赛季泰勒约翰逊的年薪达到1925万美元。莱利扔出了这么多大合同，球队仅仅是季后赛边缘的实力，为何当初不愿给韦德高薪？莱利现在想要清理合同，火箭则在打热火的注意，其中盯上了詹姆斯约翰逊。对于热火来说，想要清理出烂合同并不容易，而火箭要清理出合同也不容易。但是如果火箭给热火一些好处，比如送出首轮签和年轻球员，热火存在互换垃圾合同的可能。反正左右都是垃圾合同，能够得到首轮签和年轻球员并不是坏事。传闻此前火箭和热火有过联系，但是并没有进展下去。莱利和莫雷都是不愿意吃亏的主，这两人之间如果做交易会慎之又慎。火箭要想打劫热火并不容易，火箭也需要权衡换取詹姆斯约翰逊值得用多大的筹码。